前买了一个4000多万一个料子冰料，冰饮脚那边，然后就现在我们打算继续洗，然后看到没有，里面的钢位荧光杆都是特别强的，然后我们拿去装一下工具啊，装好了我们就继续洗。它这个，那个小啊，你再收一点嘛，再收了的。收小一点啊。来，我来洗。来，帮我拍一个。然后来洗一下。手电呢？手电狗，我把它搞出来。慢点啊。继续洗需要啊，我们发出来是培育的那个啊，那个铁子吗？铁那个铁等一下要用沙子把它，不是这个沙条啊，行了，喷上去了都喷得着。太不专业了，我们现在第一步啊，先把那个皮刷了啊，然后我们第二步我们继续走，然后现在我们在补妆啊，把皮刷了，薄点的话它就能看到里面的成分，钢位这些都能看到，所以我们就选择去洗啊，涂涂啊，就是我们去洗啊。洗得好的话就里面的钢位都出来就好，你不要洗这边啦，这边那边洗就可以了，你现在是第二步啊，然后这个是缅甸那边的特产，好像特产沙，用那个沙洗，
然后上面这个沙放进去，因为现在我们用那个铁刷刷后厨，它这边有沙的嘛，它有一点点那种铁丝刷啊，然后把这个沙要洗掉的话，用那种缅甸这边的这个沙，它很脆的这个，啊，喷点水，喷点水，然后就用木头。刷出来一点点啊，来静静看一下啊，现在全部又出来脱沙了啊，然后表面特别特别的好，然后这个沙子虽然是还是有沙，而且继续搓，还要搓。也差不多啊，浸水了，看看一下里面，感觉有点浸底啊啊！现在你看，这一包都是脱沙出来了啊，全部挤出来了。干啥事？啊！我靠！牛逼！长啊，牛逼！我靠！巨大！然后还有这边是有一个手镯，手镯的，然后就这边一条力都没看到，现在都要挤脱了啊！然后是现在你看洗出来表现特别好，它那洗石头都有得力了，特别的卖命，特别的感觉，辣死了，干成辣死了，洗的特别爽。你拿出来吗？拿出来一半，我擦点在上面就可以了，干成辣死了。我自己要坏了。基本上的话，这种东西吧，现在我们洗脱表现又现在这种表现的话，我们在行内出手的话就
更比较更出手更好出手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是洗涨了嘛，然后又洗涨，以前买的时候是只有一点点的，这一波只有一点点的头发，然后后来我们尝着洗出一片啊，一片头发啊，把那个皮洗开后里面的都抽出来啊，要不可以了，我感觉这挺好，差不多了、差不多了，来好好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给老铁们看一下是不是机长，好洗啊，刚味没得说啊，然后它是清爽度还是比较好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打铃的时候视频上没有食物那么好看啊，啊它清爽度特别好啊，就现在是有手镯的，稳稳的，这里有一条手镯看到了啊，然后感觉这边还要擦一下，还有点白，这里是吧，这波我们洗的那个料子现在洗出来了，然后这里面我们是明显能看到是总是脱完了啊，然后是打钉看一下，然后这个料子它里面的清爽度还是比较好，因为它是跟鹰长的，它不像别的枪口一样那种脱沙，这个都是它是里面是内收，然后就有一层雾在包起来，然后就我们洗出来后它把那个种都洗出来了，然后清爽度还是比较好，视频上的话这个清爽度还是没有食物那么好啊，没有棉，有一个手镯这边，因为这个裂嘛，就只能打到这里，然后这个不是裂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啊，感觉现在洗出来的话还是算大涨了啊，洗出大涨，啊。观谷珠宝成立于广东，拥有国家注册商标，从事翡翠行业十余年来，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，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精雕细琢，支持私人定制服务，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。观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，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港澳台等地区有很高的声誉，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观谷，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，那是您不了解翡翠，关注我的微信7887-2456，学习更多翡翠知识，判断翡翠的价值，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，买翡翠找观谷，微信7887-2456，观谷珠宝向您承诺全场保证翡翠 A 货，送国检证书支持全国复检，可以淘宝交易，假一赔十，鉴赏期内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换，同等翡翠所售价格低于实体店的三折，可以随便对比，微信7887-2456。